连续在我们的选战发言 APP 上面是打起了比仗。至于呢 TVBS 这个礼拜最新公布的大选民调又有几项新的变化呢？从数字上看起来，马总统的支持度是 38%， 蔡英文是 34%， 而宋楚瑜是 15%。 这跟上个礼拜相比呢，马总统是下跌了两个百分点，蔡英文也下跌了 1%。 民调看起来变化并不大，不过呢，两人的差距却有逐渐缩小的一个趋势哦，目前只剩下了 4%。反倒是宋楚瑜上升了两个百分点，民调反映选情吵得最凶的农社特权风波似乎并没有为这一次的选情来进行加温。